你们告诉我安全房在哪里？我觉得安全房应该是在我那个右最最右最左左左上角那块有个小凸出来的小方框。然后我们看安全房，它应该是要给画出来的吧？红色的那个是。红色的是那个点点。Oh no, please don't! 哎 ，No! 我跑岔了。啊哈！你在我耳边呼啸，我在这边 happy。可以可以可以，我现在已经发现三只猴子了，三只，你看他们在围堵我。不好意思，走错了，咱俩我先过来。OK, please, 时间长一点吧，你再这样的话我就下修改器哦，我跟你讲。你作为一只猴子呢？天哪，消失了它。安全房，哎呀，这里面全是吃掉的香蕉。这不公平。里面呀，干！变态吧，你说我都是变态。哇，亚美卢克的塞，你别欺负我，你欺负我下安全房了，我跟你讲。啊，我缓一下。啊，谢谢梦西亚送的比心。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我要把那几只都引出来，然后让他们跟着我跑，然后我再去下一个安全房。我觉得这样子才能赢，不然的话真的不行。你看，他们会跟着我们这个。你看那猴子走了。1, 2, 3。应该还有一只，去你的！啊！哎，你作弊！哎呦，你作弊！你看他们都从那边跑，你就从这边，你这个小机灵鬼！嗯，那你可怜。You are dead. 哪里？安全房那边有一个。那个，刚刚那个猴子是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过来的，背板。我看着什么了啊 ？Oh my god！ 我刚刚按了个中键，中键是迅速回头，结果我发现，我迅速回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看到了哪里，我好像怼墙上了，我怼墙上了，墙，猴子怼我了。我知道那边有只猴子，我绕着你行吗？好，三只齐了。你看他们三个人在门口，那你哭嘞。那个，他们三个好像卡在门上了。
哎，我想知道另外两只猴子呢。冲呀冲呀，这死命的死狗们，狗们那塞狗们那塞啊，这个啊，这游戏玩不了。安全房安全吗？不安全，我觉得不安全。No. Okay. 啊！啊！我刚吃上了两个两面甲虫。You are dead.